요즘 난 alright, 너가도 alright, 이별 따윈 alright. 한땐 네 생각 alright, 넌 내게 still alright, 안개 속에서. 上次做的酸奶隔夜燕麦有点失败，然后这次我打算换成杯子，我没有买那种专门的杯子，然后想用这个粗一点的杯子做。上次放酸奶放多了，就吃起来没有那么好吃。我这次想要就是不要放那么多酸奶，试一下。哎呀，不知道会不会好吃呢？杯子是没有盖子的，所以我就用保鲜膜把它封一下。哎，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了。昨天晚上做的隔夜燕麦杯，上面加点蓝莓。今天早上的早饭，还行。再加锅，贝果，加三文鱼，嗯，再加一点。Hello， 各位，我现在全副武装，我还带了冰袖。哎，防晒一定要做好，同学们，不光是防晒黑，主要是防晒老。又做了酸奶。看，凝固的很好。我喜欢吃这种特别浓稠的酸奶。今天晚上不想做饭了，就想简单的吃一点点。我今晚想做一下那个烤吐司，就是参考了任教教的那个菜谱，然后我现在自己发挥一下，不知道会不会好吃。是桃李家面包，因为它的面包会比较软。他们说我在网上看的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黑胡椒，多加一点黑胡椒。我本来打算加点这个，我发现这个买太长时间已经长霉了。来一个芝士片儿。 OK， 我不知道这个温度可不可以，我就打算试一下。大家看到我这个绿色的头箍了吗？好搞笑。这个感觉好酥脆，我也不知道鸡蛋好没好。Hello， 大家，天气太热就没有做饭，也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这种简餐。他们不会这么直接站。我们来给你报仇了，农农。拜拜。走。好喝，好酥脆呀。其实这个蛋有一点不熟，不是这种溏心的蛋，蛋还蛮好吃的。不吃完干干净净，我下次还要做这个，超好吃的，棒。油光满面，好丑哦，不行了。就现在不是流行这种就是什么海绵一样的发箍吗？然后我就在拼多多上买了，然后我就买，因为在家带我不会带出去的，然后就买了一个这种牛油果绿，还是果绿色的。我现在戴起来像一个怪物，而且我觉得它并不牢固。我本来打算带着它就是洗个头，敷个面膜啥的，但是我觉得并不舒服。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轻易尝试这些网红一样的东西，我的脸也太油了点。然后我再跟大家说，我最近在拼多多买的东西，我买了两次镜子，然后那种拱形的嘛，金边的，然后同一家店第一次来然后就碎了，然后又补发了一个，然后又来又碎了，然后就换了一家店，打算我又换转账到淘宝上买。我觉得可能效果差不多。然后今天又重新下了单，我买了一堆衣服，就专门等着那个穿衣镜来给我试衣服。没有那镜子，我就觉得我看不出我的衣服好不好，就专门等着。然后我很多衣服，如果镜子来的话，我在穿衣镜前给大家一起来试一下我的衣服。买了一些裙子啊、裤子啊什么的。然后我又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那个伞，就是小花伞，很好看。然后今天也是刚到货，我也没拍，我可以把图放这里。断了，
然后卖家说我给你补发一个吧，卖家就很坦然，好像经常坏一样，说那我给你补发一个吧。我说好吧，那你就给我补发吧。我发现拼多多买东西就是小玩意儿真的很便宜，但是我觉得踩雷也踩的挺多的，就是我不懂拼多多真的就是淘宝淘汰下来的东西在拼多多上买吗？还是货源不一样？其实我这点有点纠结，就是不太懂，如果有懂的同姐妹们可以跟我说一下。然后我又买了拼多多，又在拼多多上买了小东西，就是这种磁吸的这种挂钩特别好用。大家看一下，我这个是之前买的，我觉得挺好用，我又买了一个，就磁吸的挂一个气，我在这儿挂了一个就是隔热的手套嘛，这是我的抽烟机，我不敢挂太重的东西，就特别结实，这个磁吸的。我上次买的这个东西挂了没几天就掉了，然后不能挂东西，我你看放在冰箱也非常合适。我不敢挂重的东西，我觉得挂这种轻的也还可以，挂了个手套还蛮合适的。然后这个是上次买的那个柜子，它这可能有点轻飘飘的，但我觉得挂这种轻的东西还好。我没有在墙上挂那种大的挂墙的那种放调料的地方，我觉得我就不太想挂，就有点，因为本来厨房就小，挂上去就显得更小了。这是一个合格的牛骨，熟的恰到好处，糊还小，完美。它是无糖款，无糖款就会觉得，喝下去好像没有那么多负担。虽然是甜的，但是它带。今天的早餐。知优品的元气豆乳，今天喝的是枸杞红枣的那个味道，表面大家可以看到还飘着红枣的，就是红枣那个皮的感觉，它就是实打实的谷物，我觉得还挺健康的。然后这边是牛油果和鸡蛋弄的泥抹在面包片上，好好的吃个早餐，要去上班了，拜拜。Wake up and smell the coffee. Is your cup half full or empty? When we talk, you say it softly, but I love it when you're awfully quiet.啊，好热！这是搞活动的，然后我就买了一小大包，我吃不完。这是一小包的那个泡菜，这是蜂蜜黄油，常备。它还有个大球子，买了点青皮鸡叉骨，买了块冬瓜，一会儿熬个汤。香蕉。肉，我要把肉分装一下。两个土豆，这是我新买的包，还没洗呢，拿去我觉得当购物袋也很好用，这种提花的适合夏天。买回来的肉我一般都会切一下分开冻，这样的话每次拿出来用一块就行了，一顿就一块就行了，这样比较方便。这样一袋一袋的，这样就比较方便。在厨房整理东西，顺便给大家看一眼这几个味道，已经这个和这个我已经喝过了，然后最喜欢的是这个海盐豆乳粉，这个味道是很特别的，因为豆乳很少能喝到海盐口味的，是有点咸咸甜甜的感觉。然后还有
原味的、麦香的、红枣的、黑芝麻紫米豆粉的，然后椰香的、玉米的和这个海盐的。正好要整理一下，我的囤货一般都放到这里，然后这里面有一些藕粉啊，还有这个也是他们家的一个椰汁紫米的袋，那个啥，正好把这些给它排列整齐的放到这里来，到时候这样放到一起的时候选你想要的口味就比较好选。我妈天天说我就是有点强迫症，这样看起来自己也很舒服。嘿，然后这样整整齐齐的，下次再找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想要喝什么口味都很明朗了。好，这是我的囤货，给它放到下面这个柜子里。哎呀，正好在这个柜子里，这边放这个，然后这边放这个，然后下面是大米呀、什么的东西。Hello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早午饭。这是我妈蒸的那个小糖包，因为面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，变得黑乎乎的看起来。然后我做了一个冬瓜汤，这个碗真的是做汤做什么都好看。然后买的青提用面粉洗过了，这种提子啊、葡萄啊，大家可以用面粉洗，就会皮上洗得晶莹剔透。然后在超市买的鸡叉苦，一杯柠檬水。好了，我要开始吃饭啦。出门穿了个普通黑 T， 真太热了，各位。王南军会成为顶流的。哦，真的呀！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很新鲜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今天早上还是做那个烤三明治，就是里面夹一个鸡蛋的那个。和香蕉。这个是我用完那个红茶水的瓶子，是玻璃瓶磨砂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就插了一个花放到这个门这个地方。我发现这个花存活的时间真的很长，很好看，我真的很喜欢。每次一般如果花店有它，我都会买它的。Hello， 大家。今天早上早餐我又做了这个，但是今天不知道是因为没有芝士的原因还是怎么样，上次一样的那个温度和时间，但是它今天这个蛋黄就是感觉没有那么熟，然后边上已经糊了。难道有芝士会加速它的加速蛋黄成熟吗？我也不懂。再看元气满满哥哥的第一季，然后第二季叫牛气满满的哥哥不是已经播了吗？然后我就觉得想回味一下第一季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嗯，想听一下这声音。床上用品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洗衣液，可以抑菌除螨，这种瓶子就很ins风。我看看这一个是什么。
是桃子味的洗衣液耶，桃子味的，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，喜欢。啊，我要累死了，同志们，我刚刚买了个镜子嘛，然后拿上来拆开看了一眼，好不容易拿上来拆开看了一眼是碎的，然后我就又送下去了，然后我就懒得做饭了，买了两个玉米吃，又碎了，然后我让淘宝再给我补寄一次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历时一个月我买不到一面全身镜。我本来打算的是我买了几条裙子，想要有在全身镜面前给大家一起来试一下这个裙子好不好看，就给大家录一下，然后正好让大家跟我一起来选，导致我现在快递堆在那儿也没有办法拍，我想说要不然明天晚上回来拍一个，就是用手机拍试试吧，看可不可以啊，我就有点失去信心和耐心，而且天气真的太热太热了，我不想啊，懂吗大家，我已经有点失去信心，而且烦躁，买了好多次啊，大家是在哪里买镜子啊，就那种全身镜，为什么我这是第三次了还是碎，不论是京东快递还是顺丰快递，就无一例外的它都碎了，我真的超级超级的烦躁。真的太晒了，早上的厨房巨晒，受不了了。今天早上吃这个饼好了，好像我看冰箱里都忘了，就剩了一片了。这个冰箱里还有一个大鹅蛋，我怕不吃就坏掉了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鸡蛋壳。Hello， 大家，好热！我那个厨房早上就太阳直射的那种感觉，我真的是巨热，就做了这一点饭已经出汗冒汗了。然后今天早上就是冰箱里剩了一个鹅蛋，然后加了点牛奶炒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炒老了。然后一个牛油果，然后热了最后的一个饼，本来是打算夹在里面，实在太热，我只想诺过来赶快吃，因为这边有空调。然后这边是我前段时间开箱那个谷之优品的黑芝麻核桃糊，一个养生早餐。今天早我还没有加沙拉酱之类、蛋黄酱之类的，我觉得还比较养生的一个早餐。其实你说我爱喝吧，也不是说因为它怎么怎么样，我会啊像喝汽水一样特别爱喝它怎么样，但是它真的是秃头女生必备。我总之喝这些什么黑芝麻核桃啊什么里面都有，我觉得对女生好，就对人，对秃头少女，对大家都比较好。好了，我要开始吃饭了。我在看 Christina 的视频。好了。Hello， 大家，本来打算拍一下我做饭的过程，结果大家看得出来这一堆黑乎乎的是什么吗？是茄子，我放酱油放多了，我觉得会齁咸齁咸，所以紧急我又拌了个黄瓜，然后这样就着米饭吃可能会好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不会好吃的。然后这是我泡的柠檬水，这个杯子真的超好看的，我要开始吃饭啦。嗯，还行，可能它只是上色，然后不会那么咸，还好还好还能吃。可能我用的是那种红烧的那种酱油，就比较容易上色，就黑不溜秋的，但是还是能吃的。1688上
又买了一些项链。我发现1688上买项链真的好便宜又划算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又入了哪些项链。首先是一个这个，下面是这种圆弧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看的，铺起来先。是一个这种链子，我觉得穿 T 恤的时候搭起来比较好看，珍珠和链子搭起来的那种双层链。再一对耳饰，这种方方的，然后边上带黑色的。今天早想喝点这个。镜子拍的感觉有点变形了都。这看，给大家看一下我试的这条裙子，紫色这条裙子，它真的好有，就是太容易，这是我买回来之后没有吊牌还没有拆嘛，然后它有就好，感觉很容易褶，我没回来没熨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它穿起来还是挺适合上班穿的，还挺好看的，但是它真的很紧，就这个位置，个袖子这个位置，然后穿起来这个位置就很紧，然后面料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厚，也不太适合上班穿，一点都不透风，不太适合夏天穿。反正怎么说呢，我觉得不是特别满意。今天晚上打算吃这个，我也是随便在天猫超市凑单的时候看到了，然后买了很久就一直没有吃，今天晚上突然想起来没有什么要吃的，然后试一下。大家有推荐的什么牌子可以吃吗？我看一下怎么吃。凉水下锅，热酱包，终极吃法，找个会做饭的对象。这也太没有做饭这个，没有对象不能做饭，真的是。我看看里面都有什么，一个是粉，萝卜干，剁辣椒，猪油拌粉包，这是什么？葱花包，这是什么？花生。凉水下锅，先加水。凉水下锅。哎呀，怎么散了呢？又到了吃桃的季节，你们喜欢吃脆桃呢，还是软桃呢？我喜欢吃脱核的桃，就是那种不软不硬的那种能够脱核的桃，但是我这个桃不是脱核的。看这个桃就不能脱核，我觉得脱核的桃是最好吃的，就吃起来很有快感。猪油会不会放太多？就买一些小玩意儿，就是可以这样可以贴上。我打算贴我的梳子，大家看一眼，我试一下，我先替大家试一下啊，应该是把这个引这个片贴到这上面。对，我看是那么，但是我觉得有点长，这个可以剪一半儿。这是可以自由裁剪的，然后把这一面贴到梳子上面，然后另一面的隐瓷片一面把它贴上来，贴歪了，然后另一面贴到你想放梳子的地方，
把贴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就可以把梳子这样吸到旁边了。咦，还不错哟。还别说，同志们，其实你好好打扮一下，这东西戴着好像还有点那感觉啊。这个绿越看越还蛮好看的耶。Is it a New Year's Eve celebration in Kazakhstan?